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银河星 VJ， 我是郭靖 Claire， 跟大家推荐这首歌曲，也是郭靖我本人的心情的一个转折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每一天都不同》。这次呢，也非常的开心，可以再次的唱到小虾姐以及姚若龙老师的作品。那我觉得每次唱到他们二位的作品啊，都觉得说奇怪了，为什么他们每次写的歌都正好符合我这一期的一些心里的一些感受。那每一天都不同呢，就像现在人出了社会，遇到了好多事情，每一天当然都会有不同的变化，有开心的事情，有不开心的事情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的身边、你的家人、你的好朋友可以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就是给你一个支持，我相信你对于你今后的人生呢，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乐观的态度来去面对，因为我相信有更美好的未来在等着大家，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被打败了。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曲《每一天都不同》。不喜欢别人说我幸运，